0403强震后余震不断，花莲有超过百栋建筑被贴上红黄单，中高楼型的集合式住宅出现了抛售潮，但成交量却急速下降。现在还传出有仲介以低价收购受灾户房产发灾难财，国土署也特别提醒，由于后续房产等各项重建补贴涉及到请领权益，建议受灾居民不要轻易的出售房地或让渡相关权益。一阵天摇地动，不少大楼变成危楼，许多民众一身积蓄换来红黄单等待拆除，还有人是二次受灾户。0206的受灾户，我们倒了以后，赈灾款的补助款的是有限的，还了贷款以后所剩无几，只能找先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就是再找去比较便宜的集合式住宅去买，结果就又再碰上了。6年前0206地震，陈先生是云门翠堤大楼的受灾户，0403强震住的统帅大楼也在软脚，让他不再敢住集合式住宅。震后近一个月，花莲涌现华夏抛售潮，但成交创新低。说我们在客户在寻找物件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以别墅或是透天的为准，那华夏的话呢，他就是都没有人问这样。这一次的倒塌大概都是大楼的部分，所以民众还是会有担忧的。民众不敢买，但传出有仲介想要赚灾难财，一市价近一半的价格低价向大楼受灾户收购房屋，一平80000的价格要来收购。0403之前我们一平大概是15到17万之间，我也是听住户们他们告诉我。内政部国土署也特别发新闻稿提醒受灾户，这种现象别轻易让渡权益，因为中央正在研议补助住户重建费用，原则将以建物重建价格为基准，各项补贴措施将逐一实施，因涉及自身的后续请领权益，千万别轻易出售房地。记者陈继义华联报道。